站在小巷的商店门前，他手里拿着仅有的零钱，他想要买一包便宜的香烟，他觉得这个夜晚无心睡眠。他走到商店对面的台阶上面，点燃了香烟，就这样呆呆地望着天，没人知道他怎么了，路人也只是猜测。打起电话不停也不打，就静静看着，不愿意和别人提起，给自己时间淡去。左道路灯全熄灭了，才愿意离去。站在小巷的商店门前，他手里拿着仅有的零钱，他想要买一包便宜的香烟，他觉得这个夜晚无心睡眠。他走到商店对面的台阶上面，点燃了香烟，就这样呆呆地望着天，没人知道他怎么了，路人也只是猜测。拿起电话不停也不打，就静静看着，不愿意和别人提起，给自己时间淡去。左道路灯全熄灭了，才愿意离去。没人知道他怎么了，路人也只是猜测。拿起电话不停也不打，就静静看着，不愿意和别人提起，给自己时间淡去。左道路灯全熄灭了，才愿意离去。